离宫人杰，其功之于大周，犹如当空之皎月。今擢升为地官侍郎，加授同凤阁鸾，台平张氏，特设此宴，众卿共饮。谢陛下。今日中元节，本应敬鬼神，这杯酒来某敬帝大人。狄某不敢。不愧是百姓口中的李唐第一神探，果然不凡。李唐已是旧制，敬来大人。两位大人又插起来了。启灯。今夜陛下所见的阴兵异象有关，咱们从那儿查起。此时三定平安无事。大人，您慢点。
昨夜异响之后，陛下龙体可还安康？无妨。这是何人如此大胆，敢刺杀钦差大臣？狄仁杰死得蹊跷。来俊臣，你不是一心想跟狄仁杰一较高下吗？臣不敢。他没查完案子，你去查。只要你能把这作乱之人给我揪出来，我一样可以升你为宰相。这当朝宰相狄仁杰，狄大人都破不了的案子，微臣恐怕是……臣遵旨。将狄仁杰秘密发丧，切勿声张。查得如何？传言半块兵符就在先皇龙陵之中。那龙陵到底在？山派不会食言，可是你也得让我放心啊。明白。阴山派玉面，阴山派妖娘石头，丧彪听候调遣。五州要变天了。狄大人，您是怎么破的洛神一案啊？你是不知道啊，他们那个人多呀，那个刀快呀，可我是谁啊？狄仁杰呀，我杀了个七进七出，拿下。那下官以后就仰仗狄公了。胡闹嘛，这本宰相岂是受贿之人呢？大人您稍等啊。狄大人您公务。这本宰相最见不得这些俗物了。俗是俗了点，但您平时吃喝总得需要银两。干上。这里面没有夹层吗？哎呦，狄大人，您就是给我十个胆儿，我也不敢干这事儿啊。哎，这个包袱嘛。哎呦，大人，你千万不要有什么包袱，这都是我心甘情愿孝敬您的。这个包袱。哎呀，大人，手下一顿啊。嗯。包袱马上就没了。嗯。大人，来来来，您没包袱了，属下也没包袱了。来人呐，抬到狄大人房间去，记得搁床底下。都去。谁呀？秦义邪下人前来拜会狄公。哎呦，原来是秦老将军啊，秦夫人。听闻狄公到了乔县，下官理应前来拜会。嗯，哎呀，我呢，哎呦，没事，秦哥，我跟你说，他们那个人多的呀，令旗招展，人山人海，他们那个刀快的呀，削铁如泥。
那消失就像切豆腐一样。哎呀，狄公杀了七进七出。对，我杀了个七进七出。我跟你说，那个银子怎么？这儿没银子，什么事儿？来来来，狄大人喝多了。哎，无妨。这是令郎吧？是。哎呀，不愧是将门之后啊。 哎呦，原来不是令郎，是个女娃啊！起立，放肆！吴王，敢对我这么放肆的，你是头一个。赶快给狄公赔礼！哎，赔礼就不必了。哎，仙女，你是一厢许就可以了。登徒，哎呀！ 狄仁杰现身桥县，他不是死了吗？复活。依小人之见，既然圣上认为他死了，那我们不如……不可。他既然敢大张旗鼓的面世，就是想告诉别人，他已经从想杀他的人手里逃了出来。 而我又刚刚领了圣旨，那么所有人都在盯着我。那我们就来一个一石三鸟。跪下！狄仁轻薄你女儿，你这个当爹的竟然让我跪下！你明知那人是狄仁杰，为什么还要？ 这么做呢？不管他是谁，可我是你的女儿啊！灵儿，别说了，给你爹认个错吧。我有什么错？自从我哥战死沙场之后，你们心心念念的就是那个儿子。什么时候考虑过我的感受？我穿男装，还不是因为你们？你给我回来！灵儿，你说你。 埋怨他两局就行了，干嘛让孩子跪下呀？咱们秦家要大难临头了。老爷，到底怎么了？狄仁杰突然现身桥县，又假借耍酒疯接近我。 一定是发现了什么端倪，那不会是先帝留下的东西？燕儿，我借尸还魂来求你，把那东西给我。燃儿，有了那东西，我就能复活。真的是你吗？给我吧，求你了。老爷，你快还给他吧，给他吧，给他！给我！ 你是燕儿，爹对不起你。如果你不是，就算杀了我也休想。这是你爹，你快放手！狄仁杰。 啊！
狄大人，你去哪儿了呀？你呀，哎呀，有什么可急的？你可把我急坏了！天塌了吗？塌！赶紧给我找几个水灵的侍女，给本官服药啊！哎呀！服什么药啊？这都火烧眉毛了，秦家一家老小好像被灭门了，咱们赶紧去看看吧！啊！哎呀，这着什么急呀你？我说这个案子看着并不难，一两之间呢，啊，咱们这个是不是？你这个看看，你自己看看不就行了？哎呦，这怎么说呀？哎，大人，你有我呀？接剑呢？杀人了！杀人了！接剑，给我站住！赵啊！啊！你！别跑！我跟你拼了！呀！这狄仁杰，你们怎么看？哼，管他呢，杀了便是。他和秦毅有过接触，他的命那东西，二选一吧。这么个白白嫩嫩的狄仁杰，我可舍不得杀了他。逃到天边，我就追到天边。要不是我宋小白福大命大，今儿个这小命啊，算是交代了。之前还骗得顺风顺水的，狄仁杰是不是又招惹哪路神仙了？哎，看来长得跟狄仁杰一样，也不全是好事啊。哎呀，我这肚子有点饿呀。这不是米酒味吗？啊，我哪儿修来的福气啊？哎，佛祖老爷，这谁给你供的米酒啊？这不是大不敬吗？要不这样，我替你解决了啊！哎呦，你走走走走走走！啊，不就是摸了你一下，你也摸我一下，扯平总行了吧？明明是他，为何没有自清？你到底是谁？他还能是谁呀？狄仁杰呗。我跟你说啊，这帮妖人来者不善。你是要内讧呢，还是要逃命？你决定。三言两语就将灭族之罪推得一干二净，把那东西和命一块留下吧。Thank you.
家伙好像比我弱呀、啊！你，哎呦！小伙，我来了！奴家陪你慢慢玩。你咋的什么？春药啊！春药，正好借着药劲，让我也尝尝这当官的人是什么滋味。等一下，你先看看你的脸。我的脸？你这又是什么药？腐皮粉呢？腐皮粉，你动我哪儿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动我的脸。我说过，你不能动我的脸。原来是你，畜生，去死！这女人交给我。大哥，狄仁杰，你尽管跑！中了丧彪的毒，只有丧彪的解药能解。若想救他，我在此等你。狄仁杰，你要干什么？你使用这种卑劣的手段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的。是啊，这样对待女孩是残忍了点。我受不了了，我中了妖娘的春药。要干什么？别装了你。将军，我把你跟夫人从大火中救出来，你怎么感谢我啊？给你条活路，只要交出先皇留下的东西，就能确保你夫妇二人活命。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可惜了，他说他不明白。哦，对了，丧彪呢？属下不利，丧彪被他女儿所杀。那就对了，这就算一命偿一命了。我一再告诉你们，做人要心中有佛，手中有刀，明白吗？属下明白。师爷都明白了。我给你们两个选择：第一，三天之后吉阳之日，带着狄仁杰的尸体和我要的东西来这儿找我；第二，让师爷给你们三个准备三口缸。对了，师爷，属下在。秦将军的嘴如此之硬，
你说该如何是好？手下明白。说，你都对我做了些什么？你说我对你做了什么？啊！你看看你对我做了什么？我可是狄仁杰钦差大人，你把我打成这样，我还怎么出去？怎么出去工作？那你也不能用嘴啊！哎呦，我的姑奶奶，我不用嘴，我还能用什么呀？啊！我再不帮你把毒吸出来，你就死了。啊！不对啊，我怎么感觉我的嘴在发抖啊？邓兔子，你看我的嘴，为了帮你吸毒，现在都是麻的，说话都漏风。真是卑职三生有幸啊！爹，娘，你们，来大人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来大人。乔老爷，您气色不错呀。还好，还好。哎呦，这小孩子也来了，怎么连小孩子也不放过呢？多大了？七岁了。那既然来了，就从小孩子开始吧。海大人，大人，哎呦，海大人！小孩子胆子小。石头，把火叫上。怎么办呢？
娘，李儿回来了。孩儿错了，孩儿不应该跟你们置气。哎，一家人哪有什么对错呀？来。哎，你醒了，一定饿了吧？哎，尝尝我给你烤的鱼。嗯，反正我时日已无多，你也不必再次假惺惺，杀了我，赶紧滚。哦，呵呵，你身上的毒也未必不可解啊。嗯，不用你管。初次见你时，你穿得像个男孩子，想必就是因为你爹娘吧。哎，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兄弟姐妹啊？我连一句对不起都没来得及说。哎，等等，你既然知道愧对爹娘，那你就好好活着，替他们讨回公道。不用你管。真没想到我这江湖骗子还真有想当英雄的一天。妖人，哪里跑？狄仁杰在此，还不伸手送亲？等的就是你！我要给登哥报仇！呀！给我站住！什么情况？狄仁杰不是刚跑吗？给我站住！姚娘，我来找你了。狄仁杰，你有完没完了？唱的什么戏？把解药给我拿过来。解药吗？就在我身上啊。你想要的话，自己来找啊。别过来！早就料到你有这一招。把腐皮粉的解药给我。休想！一炷香，我主未归，速速离去。给我！你睁眼闭眼，看到的都是一张丑陋的脸。给我！丑八怪！毒的解药给你。那些妖人现在没了把柄，这阵子算是安全了。来大人果真谋略过人。看来他是早就料到狄仁杰想用替身之法瞒天过海。来大人是想请他们一一入瓮。那今晚为何不一网打尽？狄仁杰也过不了美人关，来大人这招欲擒故纵起作用了。大叔，你怎么了？
我给你钓了条鱼，快起来吃。先穿这个吧，应付一下喽。大叔，我想要这个。大叔，大叔，哎呀！馄饨，热乎的馄饨。我饿了。小关，来两碗吧。来两碗，来两碗。好，一碗就行了。姐姐问你好玩吗？走！哎哎，别跑啊，再玩会儿呀。大叔，我怕。知道你的真名，但和你在一起很安心。你这是？大叔，这是我最喜欢的那块云丝，你掀开它，小丽就是你的人了。怎么，你把刀也给卖了？我们生活在这没有人打扰的地方，那刀留着也没什么用。大叔，帮小丽掀开盖头，以后你就是我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。我想你一定是饿了，我给你烤鱼吃啊。你在害怕什么？我已经不是以前那个大小姐了。老板，来两个烧饼。这不是秦家夫人吗？她不是烧死了吗？让开，让开，让开！县太爷来了，让开！谁在这光天化日之下在这装神弄鬼啊？来人呐，给我带到县衙里去！躲了一晚上，终于赶回来了。你不愿意，老娘还不嫁了。嫁不嫁人不重要，饭得吃啊。嗯，我今天看到你娘了。东西倒没有，不过我爹曾让我牢记一首诗。一首诗？冰封所向百鸟惊，朱笔画符意难平，山中不知日与月，独守良辰画中行。冰符不良，冰符不良人。你祖上是何人呢？李唐秦公。秦家灭门背后的真相，原来跟冰符有关。冰符。如果想搞清楚发生了什么，今晚就按我说的办。你将计就计，我帮你脱困，让他们抓住我。
这样也就知道你爹娘的下落了。那之后呢？之后再见。娘，娘，没想到是我讲的。住手！大叔，不然我一刀捅死他。谁都别想知道兵符在何处。走。狄仁杰，你演了死而复生，我就给你演一场冤魂借尸索命，如何？拿下。乡亲们，最近的秦家灭门案，还有桥县的诈尸案，均由狄仁杰所为。他假借钦差大人之名，竟然干出这种人神共愤之事。又是有人玩的把戏。大叔，一定要活下来。你说过回来找我，你要说到做到啊，大叔。他说你一定要活着，一定要活下来。确定是本人吗？是，不是人皮面具。确定死透了？死得透透的。狄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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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狄大人。真是死透了！恭喜来大人，这几十年的老对头终于死了。说什么呢？狄仁杰是一时糊涂，杀了秦将军已嫁人，此乃冤魂索命。
副梁帅秦毅满门惨死，是敌人劫所为，后秦毅等人离奇诈尸，此案恐与民间传闻天罚有关。难道真有天罚？先帝的鬼墓在哪儿啊？上甲板，哼，拉！就算告诉你鬼墓所在，你也凑不起两块兵符。我已经把兵符交给狄仁杰了。这个吗？抬上来。大叔，啊！大叔，啊！大势已去，说了能保命，不说呢，就看看你的女儿能熬多久。而且鬼墓在哪儿，我一样能找到。哎，等等，鬼墓在西山。带上他的女儿，马上出发。我一定要见到鬼墓。是。不，你不是大叔。一定不是，来大人，你相信轮回吗？再过五个时辰，等我召集了不良人，全天下都是我的。武曌，我封你为我，不是，朕封你为朕的左右常侍。这还封你，这错人了，这不可能！不，搞错了！走，这都搞错了，二位爷！一碗孟婆汤，跨过奈何桥，忘却今生事。二位爷，你搞错了！孟婆汤，跨过奈何桥。忘却今生事。我走。
俊春带到。你与一旁庭审在礼制上殿。陛下。李治，你可知何为世间之典？不知。是轮回。李治，来俊臣为你生前呈子，他八分掘墓，假造借尸还魂，扰亡人清净，扰乱轮回秩序。你这个主子，该当何罪？你知不知道，扰乱轮回秩序是入无间炼狱之大罪。朕知道有些人会对这江山心怀鬼胎，朕有意留下了鬼墓兵符这虚妄之事，野心会使人露出马脚，他们来与朕的尸体纠缠，便不会去祸害无辜百姓。来俊臣，臣在。朕听闻你想要朕的兵符，想要便给你。这不是真的，这不是真的。来俊臣，狄仁杰，我是真的死了吗？哼，你是亲眼看着我死的，你若还活着，我们两个怎么可能在这阎罗殿相遇呢？狄仁杰，你休想用这种假象来蒙骗我。坦诚罪行，或可抵消罪孽；拒不承认，就会遭受十八泥犁狱之苦，最后打入无间炼狱，所受之苦一刻不停，永世不息。开地狱之门。又是为何？我说，我想召集不良人，推翻武曌。我想一个女人都能当皇帝，我为什么不能？你以为你不断的制造诈尸的假象，来掩盖你盗寻先帝鬼墓的行为，就神不知鬼不觉了吗？桥县乱坟岗附近山体特殊，雷电频发，你便利用百姓对雷电的恐惧制造坟墓异象，谎称是上天神法，用傀儡术控制尸体，借以制造诈尸的假象，再用迷幻药配合覆雨加重他人的幻觉，这就是你们的第一步计划，用扎实的假象来传播上天降下神罚对于陛下的谣言，先令陛下立于不义之地。你的第二步计划就是利用铜镜折射光线，将凶手的影子遮住，利用这种小把戏使得秦毅相信其子借尸还魂，令其神志大乱。随后令手下假扮于我，灭了秦府的同时嫁祸于我。来俊臣，我说的可对？来俊臣，画押。狄仁杰护卫杨公，救驾来迟。狄仁杰没死。
破开连阵。去救主人。赐狄仁杰宝剑。斩。牛头马面到，立即将来俊臣打入地狱。大人不可，这是狄仁杰设的局。拿着罪状，立马去神都。是。麒麟，速去追捕罪犯来俊臣。驾，叉，叉。啊！啊！啊！饶命！饶命！啊！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不是我！你看。若想活命，说出秦府诈尸案那些人皮面具藏在哪里。我说，我全部都说。好你个狄仁杰，竟然是用这种手段。一纸罪状能说明什么？你等我回到神都，你看武兆信，你还是信我？你恐怕不知道，陛下一开始就知道我是假死了。罪臣来君臣，你贪赃结党，枉害忠良，今奉圣命，当众斩首。同时招来，可饶你不死。狄大人，就是这儿。此人自称是袁天罡的后人，
原来是置换犯。罪臣来郡臣已伏诛，届时还魂一案，爱卿当居首功。奈何奇案频发，还望爱卿火速前往，为朕分忧。臣狄仁杰领旨。爱卿免礼，此案朕还有几点不解。那日宫中异象是因何呈现？有人潜入宫中，早已布下了置换犯。那日陛下看到的所有事物，都是一位自称袁天罡后人的人所为。他以灯芯燃烧置换犯，以花灯为障眼法，再用笛声催动，哼，人皮面具，玉面伪装，置换粉使陛下神志大乱，产生心理压力，七日必死之说，无稽之谈。来俊臣就是用这种手段让所有人陷入了幻境。来俊臣之胆大实在超出了朕的预料啊。不成之人必作逆天之事。朕听闻狄公在乔县重现地府，如此天人手段是如何做到的？臣在乔县发现了一个隐秘的山洞，臣利用洞内的地下暗河产生推力，以此推动乱坟岗、秦将军府和地府之间的画布转换。来俊臣心思缜密，寻常手段还真不能令其就范。也就是狄公有此非人之志啊。朕还听闻民间传说，乔县一夜之间出现了两位狄仁杰，这其中缘由可否说与朕听？一是微臣，还有一位是不愿透露姓名和微臣长得一模一样的无名英雄。他说无论是李唐还是大周，只要世间无乱，百姓过得好才是根本。也就是因为他，臣才有了金蝉脱壳之计。原来不是令郎，是个女娃啊。宁府狄仁杰，我不知道你在计划什么，但是我知道你做的事情一定是为了百姓好。只要我死了，狄仁杰也就死了。我就是个骗子，骗子最怕的就是负责任。我从小流离失所，我不希望这世间一直有人在作乱，我更不希望有更多人像我一样。我扮演过你，我也希望你扮演一次宋小白。我答应过他会回去找他的，我希望这一次会说话算数。别告诉他我的名字，骗子不配有名字。宋小白，你是英雄，你不是骗子。大叔，大叔，
我们再也不要分开了。你要是敢离开我，我还用火烧你的屁股。大叔，你心里的大叔已经走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实话告诉你吧，我就是个骗子。我每天只是顶着和狄仁杰一模一样的脸，在外面骗吃骗喝罢了。不是，你不是，你是那个用嘴帮我吸出毒血，跟我一起去救我娘，舍生忘死的帮我去取解药，你是那个大叔啊！你说的这些我不记得了。不，你记得的。那时我肚子饿了，你带我去偷鸡，我把你的裤子弄丢，你都不会怪我。我还给你买衣服，这些你都忘了吗？大叔，大叔，我求求你了，我求求你，能不能不要离开我？在这个世界上，你是我唯一的亲人了，大叔。啥大叔啊？我就是个骗子啊！骗子最怕的就是负责任。不会再让你负责任，也不会成为你的累赘。大叔，从你消失那天起，我每天都来这个我们第一次相遇的地方，叫上两碗馄饨，你一碗，我一碗。
城中反省。这也太奇怪了，申哥，咱不会摊上事儿了吧？别在那瞎说，管他是什么的，把他交给再说。不是，这棺材，这咋弄啊？一群走货。不是，哥，
爹，看看这一身，大晚上去哪儿了才回来啊？爹，娘，腐蚀了一样，这些都是你亲眼所见。是，刚开始我爹像疯了一样咬我娘，后来我娘也变得如一模一样。我实在太害怕了，只能藏起来等到天亮。自有情况。那女子说的不像妄言，你留下来，看是否还有其他线索。是。昨夜此人如中魔一般，突然闯上大殿，企图行刺皇上和天后。天后命我来协助狄大人，尽快找出幕后之人。上殿袭杀，还在木棺上画了金龙，此人要么是胆大妄为到了极致，要么是仇恨到达了顶点。李大人有所不知，今晨大理寺接到报案，昨夜城南一民宅突发夜魔袭人事件。夜魔，目击者所供述的夜魔和这个上殿袭杀之人的异状极其相似，这看起来像是个巧合，但其中应该另有隐情。这幕后之人的目标一边是圣上，一边是寻常百姓，两者没有丝毫共性，那么凶手的目的又是什么？原来这就是夜魔啊。师父请随我来。查清楚了，那报案女子的父亲昨夜就曾与七八个同行百姓一起去城南郊打水井，结果就挖出了这副棺材。这据我推测啊，他们可能是想挖些宝贝换点酒钱什么之类的。然后呢，我就找了其他几个同行的百姓。你猜怎么着？哎，师父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只见当时那棺中的尸体突然诈尸，将该男子一把拽进了棺材中。这说到诈尸啊，那我就来劲了，因为我可看过不少民间志怪故事。这诈尸呢，大概分为这么几种缘由：这第一呀，他没死透；这第二呢，李大人，昨夜上殿之人可都查过了。昨夜殿上不但有突然暴起的夜魔，还有暗室冷箭的杀手。其他人倒是一如往常，唯独有一名侍女消失无踪。
我猜此人八成早已潜伏在圣上身边多年。看来幕后之人是蓄谋已久了，既然未得逞，想必那个杀手也是被他们灭口了。顾言，你去查一下夜魔的身份以及出现异状之前的所有行踪。放心吧，师父，交给我。狄大人，不如去木材房走一走。情况如何？回天后，陛下龙脉依旧虚浮。天后，微臣有一方法，兴许可以奏效。说。医术有云，病由心生。今日正值佳节闹花灯，可让圣驾出宫巡游长安城，受万民朝贺。届时陛下眼见我大唐盛景，喜气或可提陛下的精气神，冲散龙体的病秽之气。天后，尚可一试。传天后懿旨，今夜龙凤出游，与万民齐赏花灯，共庆良宵。这两副龙冠都是整木制的，长安城附近从未有过如此巨大的树木，而且都散发着异香，所以找到树木的来源或许是个突破。小心狄仁杰。杰哥，不当心，不当心，我来捡就好。慢点，慢点！哎，下次，下次再来，下次再来啊！哎，经过一下嘞，哎，谢谢。全是我呀！姑娘，这个木盒从哪里进的货？这个啊，哦，是我丈夫进货的时候看到他精美，就带回来了。这是跟谁买的？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这木盒和龙冠的材质一模一样。这里交给你了。老四，啥叫九龙玄关？相传，按照道家秘术凑齐九条金龙，再按玄天阵法百炼，将敌人困死在其中，那威力可是无穷啊。哎，你这是吹牛的吧？谁会抱着个棺材去打仗啊？是不是？怎么可能啊？哎，胡说嘛。龙本飞天，棺本入土，奈何星河斗转，龙棺出世，祸根始现。龙棺之说乃是市井小儿的无稽之谈，姑娘却如此大肆渲染，莫非暗藏祸心？狄大人，你可知游沙山木，此木入水则沉，入土不朽，虫不能蛀。普天之下，这种木料只产于南疆。南疆。
你把我引到这儿来，应该不仅仅是想让我听这些弦外之音吧？有话，请直说。接下来的事知道怎么做了吧？若是朝廷查到我，我就是有几条命都不够我活的。反正龙棺我已经给你们做好了，接下来你们的事我不参与了。哼，你只要将狄仁杰带到那儿，你的事儿就了了。承诺给你的金银我加倍奉上，保你远走高飞。客官，你要打赏点就打赏点，你若不打赏就离开，别挡着我晒太阳。就是大理寺的狄仁杰，有何凭证？那你又如何证明你只是个乞丐？跟我来。你带我到这儿来，有什么话就直说吧。狄大人如此慌张，是碰到什么事了吗？你可看到一个行踪诡异之人？诡异之人我是没看见，倒是看见一个慌张之人。敢问狄大人，可是有什么发现吗？本来找到了一个知情人，无奈却在刚才被暗器所伤致死。哦，那倒是有点可惜啊。哎，木盒查的怎么样了？那名摊贩女子身上未查出什么异常，她丈夫去渭南县进货，木盒的由来要等到她回来才知道。
谢谢大哥，若是没有你，我可有的苦头吃了。姑娘没事就好。都是这夜魔之事，搞得我心慌慌的。姑娘也知道夜魔之事？是啊，此事闹得沸沸扬扬的。哦，对了，听说西南城郊有一种药材的气味可以驱魔，所以我特意采了。不如将它赠与大哥，就当感谢大哥搭救之恩。举手之劳而已，姑娘不必介怀。有头债有主，当年你费尽心机从我族王皇后手中抢得后位，你想舒舒服服的当个皇后，我又岂能让你如愿？为莽，这种耻辱我整整背了23年，如今我要百倍千倍的讨回来。别着急，你们很快就能出来了。天后，龙棺一案已有了眉目。说，到底是谁如此胆大包天？很有可能是狄仁杰。什么？今日办案途中，狄仁杰与多人有过接触，他举止异常，不仅杀人灭口毁灭证据，还企图陷害于我。狄仁杰向来淡泊名利，怎么会做出如此举动？林威认为淡泊名利只是他的表象，在这外表之下一定藏着更大的野心，他很有可能会再次行动。你去查办清楚，一旦证据齐全立即缉拿。遵命。九寺，禅城西侧，十字房。十字房，乞丐身亡的院子在十字房以南，农妇家位于长安城的西南角。
听说西南城郊有一种药材的气味可以驱魔。师父，师父，有情况。昨夜商店刺杀之案，三日前曾到过西南城郊采摘药材，自打那之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。师父，你看啊，西南城郊的山中有大片的密林，有诸多隐秘的山洞，那定是他们藏污纳垢之所。现在所有的线索全部都指向同一个地方，其中必有古怪。这能有什么古怪？凶手可不会蠢到把所有的线索都留给你，这只能说明很可能他们要把我们引开，远离真相。远离真相？大人，这画像上的男人我好像见过。你见过？在何处见过？在城南。顾言，你去查西南山洞，立即出发。是。洪泽庙。李大人，我有新线索，快跟我走。光天化日之下，再次故弄玄虚。狄仁杰，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装什么装？此话何意？小心狄仁杰。何意？连棺材都给我准备好了，问我是何意？先是把我支开去和同伙私会，发现事情败露，便开始杀人灭口。一环一环的销毁证据，发觉我是个隐患，便想控制夜魔除掉我。现在又把我引到城外，棺材都给我准备好了。好你个狄仁杰！幕后之人用一个个假象让你误以为我就是凶手，又将我一步步的引到此地，其目的就是想借你之手阻拦我断案，甚至想让你亲手除掉我。所以这个棺材其实是为我准备的。我凭什么相信你？因为证据就在你身上。什么？是南疆古树。好一个一箭双雕之计啊，不仅能除掉我，就连你也是他们的目标。我？普天下最容易接近皇上和天后之人，就是你。狄仁杰上钩了。姐。姐，问你话呢，狄仁杰那什么情况？狄仁杰已经前往洪泽庙了。区区一个狄仁杰，一剑杀了他便是，何必这么麻烦？我们一步一步的将狄仁杰引向西南，以他断案多年的能力，必定起疑。而这郑重先生的下怀，狄仁杰起疑之下，必定会向相反的方向寻去。而他不知道的是，先生早已算到了这一步。哈，我明白了。狄仁杰无从判断两条线索的真与假，大理寺之人必定分头行动，这样长安城中必定空虚。就算他狄仁杰此刻就站在我面前，也要乖乖的把戏给我看完。快上灯了，今晚这出戏给我好好唱。
第一副龙棺发现在南边离位，第二副龙棺出现在东中，正是长安城中的坎位。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应该共有八副龙棺，而你应该就是第九个。今夜无数百姓涌上街头，如果夜魔冲入人群的话，后果将不堪设想。不好，皇上和天后。进城后你立刻去承天门，保护皇上天后迅速回宫。走。看看他们现在笑得有多开心，一会儿抱头鼠窜起来就有多狼狈，想想都过瘾。天后，这一切都是你当年种下的苦果，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。准备吧。是。甚至将你族人发配南疆，改姓为马。到今天已经整整23年了。当年区区一个小吏，在你王皇后的帮助下，才一步一步变成今天的魏大权。此恩，我魏大权必偿。就算今夜之举有愧大唐，有愧天下，我无愧于心。他们想跑，你带领几个人在后路截杀，不准放过一个。
主，不是主。暖和暖和，你呀、啊，可真会挑地方。是不是你要的长安城啊？哎，你看那永乐坊。哦，对了对了，永乐永乐。哦，还有那儿，太平坊。你看看，来来来来来。
涛，这边一直不见人往这边跑，那边是不是已经得手了？你们在这守着。我们得找出幕后主使，只有找到他，才能克制住古人。
不猜测，今夜长安城的灾祸跟23年前的一桩旧事有关。23年前，当年天后与王皇后争夺后位，天后将王皇后缢死，将其族人逐于南疆，改姓为莽。你的意思是说，对朝廷怀有如此大的恨意，并且擅长使用蛊术的，只能是从南疆来复仇的王皇后的后人。我在洪泽庙发现古人未光，如果能坚持到天亮，或许能解决蛊毒，抓住真凶。去城南方向。四方剑会合。段将军，为何没有回宫护驾？我途经安平街，就想了一些百姓，但是带着他们实在难以突围，所以才被困于此。要干什么？你让开！你以为凭你一人一剑，就能杀尽这古人吗？
应该是你，而现在简直是个流放之徒。本来应该位列宗庙，向万人朝贺，所有的族人都是五爪金龙，而现在你只能是盘踞在草洞里的马。你闭嘴！狄仁杰，是你救了长安，救了大唐。